今晚咧，仲有多一個彩蛋嘅。我咧前排識咗兩個新嘅朋友，都係來自韓國嘅，請佢哋出嚟。有請我兩位來自韓國嘅朋友。我就識錯啦，我識啲唔講得嘅。OK， 繼續係啦。今日好特別啦，仲有我哋呢三個人興出嚟，我哋有個名嘅喎。知唔知叫咩啊？我哋叫咩啊？一起去日本拍了七條紙相，這個日本 trip 我們講了五年的，每一次訪問我都說五年前我們就一起拍了一條紙相。是五年前嗎？沒那麼深刻，總之那次之後我們就沒有一起去過旅行。不是，我和張宇未去過，我和張宇未去過，是你不和我們去旅行而已。他洗費太大了，我給你看因為我們在巴黎實施了七位數字，我看到我看到我看到哪次去旅行很開心，很深刻，還有很深印象就是 Jeremy 真的好像一個媽媽，他幫我們預約所有東西，訂了所有東西。但我很記得我和 Anson 第一次進去，因為我們三個同一間房，一打開個房門，我和 Anson 是呆了，鬼衰的，為什麼呢？是直情一打開門，廁所床完，你自己幫啊！你自己去幫，你自己幫。不如佢又嬲咗啦，即係淨係即係淨係有間有張牀咯，即係連夾都擺唔到咧。你要諗下，我哋嗰時候真係好趕，突然之間話去旅行，所以 book 咗。好啦，咁多啦，知係嘛？我哋係咪？你講你。我哋今日咧準備咗一個好特別嘅表演嘅。是啊，我們放假特登出去排啊！嚟啊！嚟啊！Upgrade, upgrade,